大家好，我是盛唐福广州现代肿瘤医院肿瘤科主任彭小次，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肿瘤的治疗和预防。那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前列腺癌的预防。前列腺癌与很多因素有关，其中包括有病毒的感染、细菌的感染。对于有一些朋友他不能不久坐，那我们就要做一些提肛的运动，来促进血液循环，减少和避免前列腺癌的发生。还有正浴和禁浴，这也是提高我们前列腺癌发生率的一个因素，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